差不多有个接近半年没有出来放螃蟹笼了。今天我顺便跟我爸去收那个，我们前天下午放在外面的几十个螃蟹笼啊。哎呦，起跳小试九宫，那不要了啊，那么久啊，混战吧。这个太小了，这么小，这条还可以啊。大的留着，留着吧，大的留着混战吧。实在太小了。来呀！我们有十八鱼、老虎鱼，不要不要十九公，大十九公也行。这个里面竟然空空的，啊，一个都没有。十八鱼啊，老虎鱼啊，在哪里啊？喂，来了！现在来一条老虎鱼了哦，看来可以可以，这条还不错。五六两，大细两，大细两，有没有？挺肥的，可以可以，有有有。哇，这条老虎鱼不错啊，有个大细两吧？这条能一条就发财了。这这么大老虎鱼，现在我们这边起码已经可以卖个四百五以上，四百五以上啊，十万比十万也有值钱，因为现在老虎鱼比十万也要少，是不是？一条两百多，继续来，继续哎，哎又没了，还是空空的，什么情况？来呀，老虎鱼十万一个，哎，我又来，是一个海里壳，什么情况？来呀，哎，抓老虎鱼，这里又来一条老虎鱼。看来今天果然要发财的选手哦，两条了，两条了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条比刚刚那条要小一点点嘛，四大五两吧，应该有。好，来，再给大家起来。十磅一老虎鱼在哪里？有一条小试油工，算算不大出来吧，哎，放在里面待一会儿。哇，是不是挂底了？挂底了。对呀。底下是挂，挂底应该就是油厚。挂底，哎，是这真的挂底。嘿，还真的有哦。哇，连接了两条鲈鱼啊，不是不是老虎鱼啊，哪里有鲈鱼、啊？两条老虎鱼，我给你说说了。哇，可以可以，不来都不来，来都连起来，看来是今天是不是螃蟹笼放大老虎鱼窝了？你看，一来都来两条，这两天可能有个一斤左右吧。好，其实我们这边当地的老渔民说的没错，就是那个每一年的那个头一次放螃蟹笼，老虎一般都能收到发财。看来果然说的没错啊，已经四条了，来自老虎鱼的季节吧。这边可以哦，来呀，又是小事情哦，算了算了，不到了，给它放在里面待一会儿啊。哎，哇，海里鱼啊，这个里面可以啊。这个十九个还行，剩一条十九个，这两条十九个都还行啊。现在这个起码都见这样的个头，稍微可以带走。海里鱼也可以啊，海里鱼是吃上不到的，海里鱼也挺好吃的。老虎鱼十磅鱼，十磅鱼老虎鱼，哎，这边又来了，又是老虎鱼啊！哇，是这条可以啊，这条可能比第一条都要大，这条可能有大几两吧，有七八两吧，差不多接近一斤，应该有。看来今天果然发财的选手哦，老虎鱼要抓到爽啊！都给它倒进来，小心一点，来。老虎鱼来了，十磅鱼也行，老虎鱼也行，现在没有十磅鱼，大石头公、大石头蟹、大兰花蟹都行。哎，哇，这里又来老虎鱼。不来都不来的，一来都来，连起来两条，是两条可以啊、哦！哇，看来今天真的老虎鱼要抓到发财，这条是最贵，可以停的。哇，好几条老虎鱼了啊、哦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条老虎鱼了啊、哦！直接工作了好几条，来呀、啊，老虎鱼继续来。哎，怎么没有？还是空空的，没有。哪里有那么多哎？要是多的话，那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来呀，老虎鱼十磅鱼啊！哎，哇，这个有点大啊！这个可以带走。这个没有了。哎，这个没有了，没有这么快。看来每次渔获的话都挺快的啊。总之今天已经发财了，是不是？不能太贪心，留着价格炒底刷，是不是？那准备从这个地方再给大家分享起了啊！期待下次过来老虎鱼更多啊！下个超市过来应该说又有啊。现在已经全部放完了啊！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总收获。哎，今天收获可以啊，所以说是靠这几条老虎鱼发财啊！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条老虎鱼呢？现在这一堆四条啊！老虎鱼有这个季节就老虎鱼的季节啊！对啊，今天有老虎鱼啊！走，回家卖大钱了！今天收获可以啊！收获满满，老虎鱼发财的选手，先放在这上面吧。看起来是不是很顺啊？老虎鱼，就靠这七条老虎鱼发财了。这些应该有个五斤左右。刚刚有，刚刚我联系了一个老板，那个老板他说要了，
我都会叫车给他送过去。哦，他在市区那边，自己掉到你给他，你给那个人送过去啊。嗯，好的。那车费我付吧。好的。啊，现在那些拉灰师傅已经送过去了啊。看来我们人只要够勤快的话，肯定能发财，是不是？刚刚咱们称了五星奥已经就450，按450给他嘛，2000多，是不是？还是我们发了财，咱们三个人一人可以分个大几百。嗯，好、啊。现实各种海货的话都有季节性的，这个季节是老虎鱼跟鲈鱼最多的季节，是不是？走吧，那我们就准备回家了。那我们今天视频也就拍到这了，我们明天见啊、哦，拜拜。